韩舞老师，会跳韩舞还有爵士舞。哎，不是，梁安师，你要尊重一点，怎么感觉？怎么感觉？我开心。这款呢是一款语音交友软体哈，那它叫做 Party。看你是要脱单，想要纯粹的交朋友，你想要找朋友一起玩游戏呀、或者是唱歌啊，或者是桌游啊，你画我猜啊，狼人杀，谁是卧底啊，有些小游戏可以一起同乐。然后呢，它是从大型的派对房间呢，有这个一对一的交友功能，不论你是要打字用语音都 OK。那如果你自己想要视讯，可能跟人家更好，你自己额外再加人家联络方式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呢想要找一个贤惠呢，每天帮你做饭的女朋友吗？在上面呢是有机会的。如果你今年想要脱单，就靠这款 Party。它最近呢改版，还新增了一些功能，然后呢有 FM 电台可以听，还有呢陪玩的点单，就是呢你可以找妹子一起打游戏。比如说呢，你可以打这个传说啊 ，Apex 的之类的。其实我个人啊，男生都知道啊，我是个处男啊，我很不会跟女孩子讲话的、刚好呢，可以玩这个 Party 语音交友软体，让我练习一下。你们去告诉小健，小健现在没有声音哎，没有声音。你想谁先第一个给你自我介绍？那就那个我隔壁的那个六六好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六六，我是来自大陆这边的广西的妹子，然后我会跳舞，平时也会打游戏。我之前是个韩舞老师，会跳韩舞还有爵士舞，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来找我玩一玩，然后会有想看跳舞的可以就是来找我，我给大家跳个舞。哦，我可以问一下你，你现在几岁啦？不好意思，我23。哦，好，谢谢你。喂。好。直接问年龄什么鬼啊？不是，我就是想什么说什么的嘛。好，我们的一轮自我介绍就结束了。那我们小健有没有比较喜欢的一个？哎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刚刚那个瑞蒙阳，我好像没有听到。嗯，好，那好，那我们的蒙阳准备好重新一个自我介绍给小健听一下。看来我们家小健对我们家洋洋的兴趣还是比较大的。我没有笑，你不要乱讲。好，那我们家洋洋准备好报的啊。那除了洋洋，你就没有什么在麦上的什么闫宁、二萌、奶晴、塔塔，就没有一个你比较就是心动一点的？哎，有啊，有啊。这可以说的吗？这当然可以说出来。可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哎。对不对？我如果说的话，这剩下六个怎么办？那剩下六个埋怨你呗。啊，那我知道，那个六个我都很喜欢，我觉得都很棒。好，行，那这一波算你是一个完美回答，求生欲也是蛮强的哈。龙武也有来哦，哎呀。这首歌就对了，唱歌软体还是交友软体？哎，唱歌交友还可以找妹子一起玩游戏的软体，叫 Party。 什么意思？这我该怎么办？不，刚被人打到趴了。不是，怎么大家都用密的啦？我这个私聊都被大家看光光了。你们想不想看跳舞这个环节？
五种肯定是就是说有一点性感的，我们家六六就是是学韩舞出身的，我们家六六跳舞也是非常好，身段也是非常好的。六六你先把自己的照片发出来，先让哥们先长个眼，先发张自己的照片。哇 OK 我发了。好，我们家六六这个照片已经发在公屏上了，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家六六这个身材还是比较 nice 的。怎么办？等一下要是跳舞了怎么办？所以说小金到底有没有心动？哎，这个不方便说，这个不方便说。哎，不是，梁安师，你要尊重一点，尊重一点。怎么感觉？怎么感觉我不是完蛋了，我完蛋了，我死定了。跳的，哎，我发现你跳的很卖力耶，是真的很认真哎。啊，我肯定很认真啊。嗯，人家跳舞，哎，他说老实话，他跳舞是真的有料的。没有啦，他跳舞不是随便跳的那种呢，人家是比较专业的那种哎，他是比较专业的那种跳舞的哎。手放哪？手在这里。太厉害啦！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看起来是真的很专业。你这样教人家跳舞教多久啦？我已经教了三四年了，快5年了都有了。那你现在这样跳两首会很累吗？还好吧，其实。哦，还好。刚刚那首看起来挺累的，挺辛苦的。对不对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那我们今天在你们看跳舞的间隙哈，我们跟官方商量了一下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，我会为你的粉丝放送一个小时的免费福利，肯定个个都比舞蹈要劲爆，抽的可能是舞蹈单、歌单、个人联系方式、性感一点的清凉照片呀，对不对？夏天毕竟很热嘛，当然需要一些清凉照片来解一下我们这个燥热的夏天。那边如果说放送一些清凉照片对小健的直播间有什么影响吗？哎，没有影响，因为我要关台了，所以就我自己看而已。六六的联系方式你们想不想要？想要的话肯定是要送的。你们要看严宁的、二萌的、奶晴的、塔塔的、杨洋的，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是可以拿得到的。好了，梁安师，我先去看一下了，我好过分、哦、看完再开播好不好？